这是折叠起来的样子。然后呢，打开来，先放进，这边有个开关，那开关，拉一下，就可以把它打开来。打开来它就自动扣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起。然后要折叠的话，就是把它搬开来，就可以折叠了。好，拉起来，这样就可以拖行。非常轻。